我的爸爸跟别人不太一样。来，好，上电哦。CK 叔，你干嘛这？CK 叔，多谢呢。顶届教你照的迄个翕相机啊，真正比手机啊翕的搁较厉害呢。这无啥啦，阮囝暑假作业吼，好佳哉有你的翕相机啦。袂啦，恁囝佫愿意来斗相共，你就幸福啦。免，多谢啦，我家己有。你的手哪拢是你？你讲这哦、喔？无啦，我等一下要上台啦，我惊我袂记哩，我要讲啥，我就是。夭寿哦，要白富啊！一、二、三，下一个。哎、欸，你那个帽子也太好笑了吧！我们暑假去了，去工地。爸爸一起去工地整理电线，那就像在拆炸弹，很刺激也很好玩。
是我最独一无二的陪伴。